大家好，我是 HK 的总努 Mission，就很开心，因为2年前没有进，然后这次进了，就觉得这2年的努力都是有成果的。比较想进 A 组，因为 G2 的 Caps 在那里，就是2年前是被他打爆的，就是这次想要再遇到他。就现在 HK 跟2年前 HK 不同在于，就是我们现在会有比较尝试打激进一点，然后比较就是比较敢打，因为之前2年前我们都是。等可能就是发育，然后等后期这样。我觉得 MS 中路最强的不是我，是 J Team 的中路 Fofo。就是 Crush 这次的，就是这次世界赛，我觉得他打得很好，因为就是其他人都是有点害怕会怯场，就是打得有点绑手绑脚，但是只有他是，就是都在状态里面，然后就是其他什么都不怕的。就是这次目标是要八强，然后就想跟粉丝说的是。就是虽然我就是最近状况很差，但是我会继续努力。